带你们来参观木马伊博物馆，然后进来吧。这边可来，走走走，走，好暗哦。这里有一个红色这些案子，就是往那边就可以回去。你看，这个是一个东西。我现在要带你们来看木马伊。下楼了，楼梯感觉很可怕，这个感觉像电影里面，好像要去探险一样。对啊，我现在要下楼了。哇，我们在地下室了。这木乃伊应该就在这里面，可怕呀。